好，那我们先请青冈小姐跟我们现场朋友们打声招呼。台湾の皆さん、我是团，我爱你们。台湾的大家，大家好。那个我爱你们还要翻吗？哦，很大家都非常的有心，我特别学了中文啊，希望呢我们台下的朋友也可以用满满的热情来回应我们的朋友们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事不宜迟呢，马上来开放我们的拍照福利时间吧。等一下呢，也请我们青冈小姐帮我们注意呢，左边右边呢，我们都左右移动一下，照顾一下我们两侧的朋友啦。好，那一样呢，2分钟的时间，大家把握机会了，我们计时开始。